下班了，看我老妈这身装扮，又要做饭了。吃点海带，晚上吃海带打饭包。海带打饭包。我这一个大叶，我这哎呦这么长呢。这盆小放大盆。这得提前泡啊。那不泡咸。啊，上面有盐粒儿哈。上面有盐粒，把它投一和盐粒投下去再泡。洗好的海带搁锅里焯下水，只要能掐动就行，这样式就行。海菜开锅焯两三分钟，能掐动了就捞出来。焯好的海带用清水泡一下。我这就可以吃了。今天还得捞饭呢，就打饭包就得搁捞饭。炒好的米下锅，盖上锅，加俩土豆子搁锅糊上，打饭不好吃。够，粥锅了，准备捞饭。其实也不是家家户户都吃捞饭，只不过我们家喜欢吃捞饭，都愿意喝米汤，尤其是打饭包的时候，觉得捞饭和米汤是绝配。大家可以试着捞一下啊，就是住楼房的话，有那个蒸锅，都可以捞饭。洗干净的土豆切片，和饭盆放锅里一起蒸，盖上锅烧开，锅里多倒点豆油炸河虾。妈，你今天买河虾呀？这是？今天买的这玩意多少钱一斤呢？哎呀，你说25块钱一斤。腌好的河虾到锅里边炸，炸河虾的油倒出来一些，留点底油，要做个鸡蛋酱。先拌锅里俩鸡蛋，鸡蛋搅散，炒鸡蛋碎，鸡蛋碎炒好盛出来。锅里再少来点油，放切好的葱花，少来点花椒粉，放辣椒碎，炒香，把辣椒炒八九分熟，倒适量的黄豆酱，炒均匀了，扒拉均匀了，就能出锅了。鸡蛋酱也好了，准备要吃饭了。上菜，爸，开门吧。来，好嘞。看这天冷不冷吧，饭盆炖好了，这锅里土豆也熟了，搓出来，一会儿打饭包。老妈说把这海带给它剪成一块一块的，要不然包饭包太大了。用这厨房剪刀给它剪剪。土豆子捋不捋？铲不铲？面糊的。这海带头四打饭包。好吃。前没打。尝尝你。土豆泥里倒上鸡蛋酱。搁这点小菜。土豆泥里倒上鸡蛋酱。搁这点小菜。大葱、香菜，倒点花生米。这筷子拌不过来，都上手了。妈给你整个大饭包，能吃几个？我就来一个就行。一个就是。你跟我爸多吃点吧，我晚上少吃点。这也太大了吧！不大，你来吧。哎呀，我去了，这大饭包。这就是，这就是。都是啊。嗯，是的。哎，你说你家。你到这来就跟在家吃饭一样，想吃啥就吃啥，然后要吃饱。你说你说，你想吃啥我给你盛啊。这两天你奶干活，等过两天你奶干完活就好了。你饿了上这来吃了啊。你放着就来，看看。香不香吗？可香了。头一次吃着海菜的饭包，不过这味儿真不错。吃了一个饭包，然后再来点这个小虾米拌这个饭，这下不放海带了，老香了。来一口。妈，你吃几个饭包了？算就吃俩。我在饭店里头要吃不好。还要吃饱了，那虾米可没吃呢。你妈能吃。
你少放点那虾更香。啊。把那虾放到那个饭包顶咬一口老香了。好吃，那是好吃。嗯，慢点吃，不着急。